什么？什么？这里多像海盗的藏宝基地啊！我不喜欢海盗基地，我要把这里装扮成漂亮的城堡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？还有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来，发誓！发誓！宝贝。爸爸上班去了，过来亲亲爸爸。快点嘛，路上小心哟。好吧，那我去上班了。米妮，我能不能不喊这个呀？不行，喊着那个才像宝宝嘛。咕噜噜噜，啊呼！哇哇！那就从这边开始吧。好像有人来了。布克，辛苦你们了。等他们走了再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别的地方也开始动工吧。好的，伯克，你继续拆除这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叔叔，快住手！陆迪，这儿很危险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米妮和本妮还在里面呢。什么？米妮、本妮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你们快回答，不用再保密了。快帮帮我们！天哪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啊，彼得先生。啊，您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各位，出大事了！本妮和米妮被困在彼得叔叔正在拆除的废旧房屋里面了。啊？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就赶过去，加快速度。救救我们！你们再坚持一会儿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我到了。彼得先生，波利，快快！海莉，马上确认一下孩子们的位置。知道了。这里就交给我们，大家全部往后退。好，拜托你们了。找到了，不过房屋内的柱子倒塌，把通道堵住了。知道了，我们一边清理，一边往里走。你继续侦查情况。罗伊，看起来我们要从这一边打开一个入口，你能办到吗？我试试。好的，罗伊在这里撑着，我负责进去清理里面的通道。安巴，你要瞅准时机把孩子们带出来。没问题。好了。安巴，你快进去。伤着吧，孩子们。好，我们赶紧出去，要小心点啊。玻璃，房屋马上就要倒塌了，大家抓紧，快点，孩子们快点走。玻璃，快出来，马上。